我觉得在我心里吧，他就是一个一直还好，就是那种比较笨比较乖一点的女生。对，你干嘛没有不乖？说明你还不满意。我也是太忙了，一直在跟不同的人跳舞，哪有时间回关我呀。我和你的距离是吗？所有复杂情绪莫名都因为你。你怎么了？我刚刚在那儿紧张半天了，他一直抱。我讲不好意思了都。对，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，完之后我就好了，就不好意思了，然后就才说，看来还是你把这个事情。是你才有的奇迹，每一次再一次，你慢慢的靠近，告诉我都是心跳的证明。啊、这么娇羞，今天穿那么帅，就别一般吧。怎么了？猪猪那个事情是我在彩排的时候总彩。他正好在我前，他在我旁边前面，然后他说他突然抱着我，因为我正好在跟蒋中天一样在上跳，他抱着我说，你今天都他是这样抱，你知道他是那种抱法，哎呀妈呀，他这样，你今天都没有啊，你抖音居然都没有关注我，然后什么什么让我回关，我说啊，哦好，我说待会儿我回去我就关，啊，他就说啊，然后就说啊。错付了，类似这种单向的什么，哎呀救命，然后我就啊，我待会儿晚上就回去关注啊，对对，我这样说话的时候我跳了，他说我是他最爱的那一个，哎呀好，你慢慢的靠近，我承认这是心跳的证明，也很帅，我知道。今天小猪见到我的时候，我说哇你好帅，他就叫挽着我，然后就，然后小猪最近怎么了？就是他就哇你好帅呀，他就叫挽着我的时候，然后就靠着我的肩上的时候，我当时啊，对，主要是他就挽着我的手，主要是奶盖也在旁边，然后就跑过来跟我讲，然后挽着我手啊，靠着我的肩上，救命，我真的很有点小小的不好意思呢，我不知道最近他越这样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没有办法直视他的眼睛，我就你是我最难解的一道题，小百灵大漂亮，今天我跟小百灵穿就是是情侣款呢，今天我一去我发现我们俩穿像，对，我跟小百灵都穿情侣款。